这个英文呢 ？See you on Monday。哇塞，这英文怎么那么好？这是高材生的英文。See you on Monday， 然后每个都是猫头。对 ，See You On Monday 是我新专辑 的一首歌。那个 See You On Monday， 它的歌曲的灵感是来自于高中时你很爱上学。等一下，怎么会有人很爱上学？很奇怪吧？高中时爱上学，高中不应该是要做些你想想看，那个吴青峰啊、阿信他们高中都在翘课吗？或者附中那一挂的？还是附中才这样？对，所以引战热爱校园的你，那时候做过最叛逆的事是什么？我还是无法理，我理解不能是因为你说为什么喜欢上课吗？对，是因为你书香门第啊。没有，只有那一年啦，就是高中一年级的那一年，因为我高一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全班感情都很好。我那时候上高中，我才第二届，是新学校，然后所以所有的老师年纪都跟我们没有相差那么远，比较会可能跟我现在年纪差不多，就是刚实习完，很容易产生师生恋啊，母女的条件、啊。后来真的有，就是过了好几年，然后我有个同学跟我说，当年那个谁谁谁那个同学跟我们历史老师结婚了。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，然后就是修成正果。所以龙泽秀明跟松岛菜菜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哇塞！但在那个时刻不行，那是犯罪的。对对对，不要这样。好，我那你自己为什么会讲到这个？我没有师生恋。那时候做过最叛逆的事。那时候做最叛逆的事是什么啊？想一下，剃平头，然后跟同学借耳环来戴。耳环？对，左边还右边？左边，在这边。对。大概就这样吧，我没有很叛逆，我直接喝了，好不好？这样行吗？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高中真的没，好像真的没做什么事情。没有，我还是理解不能，怎么会？我小学有比较叛逆，我可以讲小学的吗？可以，这样算吗？可以，可以，用剪刀剪女生的头发，这样算吗？这样很叛逆哦，有，倒抽一口气。是那种你要辫直接剪掉，还是那个马尾剪掉？不是，没有啦，就是他是长头发，可能就剪掉一小段。真的？对啊。但就是打打闹闹，然后就觉得很好玩、很好笑，然后就剪了。敢剪我你的头发，我一定是去学校警察。哦，真的吗？如果是发型师呢？发型师可以，但那一种对，最重要是刘海不整齐。好啦，我帮你了。哦，真的耶！好，就有开心。我要验证你刚才的演技。好。哇，这中药吧。好了，只是七分效果三分苦。我肝不好，现在就请维里安。现场记得回来。好。也不是第一次彼此 say goodbye， 尴尬的场面总有默契避开。为了追逐梦想牺牲本来就应该，我说不过是和时间比赛，我比谁都擅长等待。离开又不是分开，我什么眼泪还是掉下来，记得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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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不要回头看，未来在呼喊，生命太短暂，不值得你。Yeah.